呢，其实大原百的员工已经自行拿灭火器扑灭火苗了，初判是电线走火所引发的意外。由于百货公司地下室连通到捷运站，阵阵浓烟也飘进了捷运车厢内，幸好车上的旅客安全无虞，改搭下一部列车，目前车站也都是正常的营运。